欢迎收看国光帮忙，男人在都在干什么坏事？看妹嘛，如果妹不在的话，对不对？就找新妹嘛。你们这样都没讨论过帅哥，会讨论过线条？线条？对，大小吧，大小吧。我假如说我跟我朋友去唱歌或干嘛的，他经常问一定有妞，里面有谁？那你就不要唱就好了。没有消息啊？我生日我嘛？那我去他又不高兴，那我要不要去？我当然要去啊，我当然要去啊。派对男生也都不希望女生可以跟你是龙什么单身派对你这样我还想期待吗？你我的音乐一起男生一摔压他啪啪所以你是摔鞋的新模式啊！大家晚安，大家好。问好嘞，大家好。胖胖胖，不，瘦瘦胖，胖胖。还有，他里叫你胖胖了。胖胖在北京。胖胖。胖胖。嗨。好 ，OK， 好。好了，今天要说的是，谁说我们男人混在一起都在做坏事？就是，我们做很坏的事。今天没想到邱永恒啊，邱永恒带团体来了的，是不是？团长啊，团长。你老鸭带小鸭，又是带，对呀、啊。那要不要表演一下，给我们大家看看成都来的舞蹈？ Okay. 来自大陆成都的舞团 Best Crew 得过不少比赛奖项，难得的机会，赶紧来欣赏他们的舞技吧。这次来台湾啊的目的是比赛哦，比赛比什么热舞时代，那就冠军了嘛。这个在台湾会待多久？可能会待到21号，9月21号。对，哎，你来得及啊？来，我搞不好10月去成都了啊。看你们跳舞跳这样，跟你们去玩一定很好玩啊。欢迎你们来台湾。谢谢。来，请坐。接下来这本书非常壮，来欢迎。壮，名言出书了啊，得了了，康哥。喂，哇塞，男人的宝典啊！哦哇，人鱼线，是是是，他这个已经超越人鱼线了哦。你练得这么壮，累不累？还蛮累的，是不是？对，但是男人不累就不是男人了。这还蛮享受在那里，像某些人很瘦啊，很干瘪啊，然后难怪那个哦恋情就一直这样子失败哦。哎，我也出了一本哎。哎，没讲你，没讲你。有人讲到你吗？出了一本男人的射入线。我们在酒吧里是健身的，我跟你讲，我们在酒吧里喝一杯，来，威士忌来一杯吧，好不好？你在健身椅子，我们就是直接拿起来就这么这样，对不对？运动啊，真的，完全不动。对，像我这样，酒吧这样，真的。你刚才有人理你？像我以前在门口，对吧？哎，欢迎光临。很累的，是吧？对。好，这本书希望大家看，民国就是这样练出人鱼线的33招啊，3个月之内，如果照他练，你就可以练出
啊，不一定，不一定可以练出这样，但是可以练出好身材。可以，是。好，谢谢。好，今天要讲男人混在一起都在做坏事，这是女人认为的哈。对呀、啊，嗯嗯，哪有？真的。男人是应该有也自己觉得。那你觉得你们两位觉得男人在一起都在干什么坏事？讲无就很无聊的事啊。什么意思？例如呢？比如就是瞎聊嘛，讲瞎聊是坏事。听我讲，听我讲，不要那么激动。讲当兵的事嘛，对不对？当兵的事重复讲。这是提当年勇。对，一直讲一讲，然后要么就把妹嘛，看妹嘛。如果妹不在的话，对不对？就找新妹嘛。嗯，对啊。这是一种正常的事情，是不是？没错啊，正道。这是一种 discovery 探索，是吧？没有，我现在有一件受不了的事，居然有男生会开始，你知道，聚在一起会聊女生讨论女生整形的事情。啊，那你们不要整形就不就没事了吗？你们最好都没讨论过帅哥。可是我不会讨论男生整形啊，我会讨论那个线条。线条？对，大小吧。不是。我们会讨论女生整形，因为我们常上节目嘛，就看一看，好，觉得很多女生越来越像阿凡达，对，这是我们自然就会去想要对呀、啊。小东跟我没有说你吗？嗯，我也没有说是你哦。是，就很爱去什么上酒店啊，然后聊聊天、聊心事什么之类的。最讨厌就男生说我们上酒店是谈公事，哪有那么多公事一定要上酒店谈啊？有啊，欸、真的很多很多公事都是在酒店里面谈出来的。对，是，因为你是什么反应？没有，我真的觉得这是台湾的文化。先站家再说。我觉得台湾的文化、欸，哎，台湾真的男生很喜欢说上酒店谈公事，所以不能怪我。在日本的话，是台湾文化，不是真的日本人的话，上酒店就是玩，他就坦白跟你讲。我就是去玩呗，我就是去玩。所以你看我们台湾男生多好，我们不但玩，我们还谈公事，多好！我们比日本男生强，对不对？可是你想想看，我们在一起不拉嘞，我们干嘛？比如我就跟君友在夜店遇到，哎，那个你对最近那个、啊，对对对，政治氛围，我想官说好，对不对？然后呢，就没话。对啊，不会很有建设性啊，聊一聊时事、啊。我们两个聊一聊，有建设性啊，对不对？对啊，讲完就没话。哎、欸，你看那妹很正，是不是？我不然在讲什么嘛？那你们女生，你们女生去夜店干什么？我们看帅哥。我还好，我很少去。那你生活都在干什么？都在家里。哦，那家里。那我去夜店干什么？哦、我最近很久没去了。你在讲？真的、啊。那你以前去干什么？去掉帅哥、啊、发泄情绪啊！发泄，对，我们也发泄情绪啊！哎、啊欸，你们要发泄情绪，我们不需要吗？嗯，没有，现在发泄跟我们发泄不太一样。就是会，你知道，他也是会抱怨自己的女朋友或老婆怎么样怎么样。哎、欸，你看这样多好，因为抱怨的同时我们在反省。对，有一个出口嘛。有反省吗？你看我最近对哈哈，我真的错了，我不应该讲话，对不对哈？对呀、啊。那我们再喝一杯好了。对嘛？而且汤哥看，譬如我们的聚会，他喝多了，哎、欸，他是真的在教育，他就这样，忙起来，进来。你节目不是这样搞梗吗？是康哥，然后毛姐出来又一直哭。他是真的有建设力在教后辈要如何上节目，如何做效果，如何成长自己。我们是真的在上我们康哥的成长的一个那个算是课程，心灵的指导，心灵的指导。我觉得康哥比较特别一点是，像因为我也喜欢潜水，然后康哥就一直在聊潜水的事情，一直聊，或对不对？他会，我觉得了解一点建设性的话题，有意义的事，我就 OK。可是如果在讲别人坏的话的话，我觉得很讨厌。我们什么？人家不要讲我们就好了，我们讲人家嘞，对不对？我没关系，你们都这样认为，来告诉他们，我们男人居然觉得干什么？就是讲别人坏话。这一阵子最常涉及，我跟玉林哥最常涉及讲，就是那个高山峰新的电影。哦，那部片名叫什么？什么四射啊？武力四射。嗯，听说是一部很好笑的喜剧片。哎，你那天没去吗？我那天因为有工作没办法去，但是我听他们把这部电影形容。真的，听说那部电影十分钟开始之后呢，康哥就开始在玩Candy Crush。我不给面子。乱讲，我是在玩咖啡厅。那部电影听说很多笑梗啊，对对对。然后高山峰他本身就是，他一开始演的角色就是演一个就是，讲话有点台语。
挡枪的，嗯嗯，可是在演到最后，他可能之后的可能有点忘记了，他可能有点时间久了，拍后面的部分，他突然变北京腔。好，那于炳炎，于炳炎，你们男人聚在一起干？那刚就跟刚才一样，男人聚在一起就是健身。嗯，这倒真的。哎，他们都半夜健身。对，我们都是半夜健身。这样好吗？钟哥有来过。哦，他都带那个高山峰。我带过高山峰健身一段时间。所以说，武力四射，你一定很爱这部电影。我你看你什么反应？还没有去好好欣赏过。不是，炳彦是比较不一样，炳彦很少去夜店。对对，现在对啊，现在以前还蛮喜欢的。以前就是以前他在夜店多猖狂啊！我们都讲现在哦，那以前我还住在夜店。他跟他什么配训？李佩训，什么配训？他有这么不熟哦？这两个在南部哇，在夜店玩的双壮哎，双壮。对，那个时候就是比较 over 一点，嗨的时候是酒倒到自己身上，啊、真的假的？以前在南部的时候，然后他妈配，然后整个晚上都没醉，为什么？酒都倒到身上，那个都已经是酒味，但不会醉，不会喝。那个时候比较常就没有穿衣服，上半身。哦，哇塞。你们两个这样，难怪练成这样。比较长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身材比较好一点。他们来这个就已经是背心了，走的连背心都不见了。对啊，那就是长的时候就是在健身，可是你知道健身就是有时候会需要发泄一下。健身完了，当然就比较没那么正经。哦，就是哦，会这样。就开始，因为脑啡已经分泌了嘛，兴奋。因为健身完毕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越健身的人会发现可以吃的越多，对，可以喝的越多，对，你就会发现开始喝不醉。对，然后吃不饱，废话，你们都掉到身上，你们会醉。然后就开始吃啦，开始喝了，那就是开始会比较，就开始聊一些微博。但是你新陈代谢好就好了，没有看你旁边那个，哎，沙金，你们聚在一起都干嘛？吃樱花都很贵，怎么可能呢？抓黑熊，黑鼠肉，哦，吃五色鸟。我们有时候台风天我们会聚在一起，干什么？救灾。哎，对。哎，救灾，我们就会说，哎，我们去看一下灾情，然后所有邻居说这边不能跑，那偷木那是另外的部门，另外部门。不是，我们都说那个木头飘到哪里，然后差不多可以去了。是，没有啦，我们都在一起都，哎，是不是？会去路上晃啊，哎，这老人家过马路了，我们就哎，不是，不会有建设性啊。沙金主，你知道这个说谎会遭天谴。不用了，我们聚在一起来喝酒嘛，白天就开始开车。你们山上过马路应该没有那么难吧？很多车子哦，啊不，砂石车哦，大型的山猪，他们会以为是那老人家会以为是火车嘛，大声吼，你知道吗？哎，现在你们五位年轻人啊，你们男聚在一起都在干什么东西啊？我们聚在一起其实做一些大家男生都会做的，就打游戏啦，然后会去夜店了。哦，在夜店干什么呢？谈一些事情。对对，都在听别人说别人的坏话。男人聚会，女人爱管，全都是因为。我朋友生日，我去看一看，开心一下。看什么？就是我的不能看吗？就是只要朋友的朋友带女生来，我们要装瞎子这样。他们喜欢把我们当马嘛？马出门都这样吗？对，坏。你们参加过男人聚会吗？有啊，当然有啊。那他们在干什么？就是看是什么地方啊，香港就是划拳嘛，日本的话男生都在讲黄色笑话，讲开黄腔。男生好爱开黄腔，他很喜欢女孩子在做开黄腔，就是他会越讲越，然后女孩兴奋，对，他越讲越兴奋，越讲越兴奋，越讲越兴奋这样的。比如一来一坐下来还没开始喝酒，就说，哎，你喜欢大的吗？长的吗？就是这种，然后女孩子会，女孩子一直不好这样笑，对不对？其实女孩子也是演的，这样一笑以后，她就开始更兴奋，开始越讲越多，越讲越多这样子。对，日本是这样，所以是你们女生造成的，因为你们的表情会让她越来越兴奋。对啊，你们会笑啊，你一开始就应该制止她的。哎，笑什么？对对对，干什么？随便说，我超喜欢短小的，太吵，讨厌。这话题结束。对。很熟的朋友的话，像我很不喜欢的话，我说我不想听，然后他们就觉得啊好闷哦，然后就都大一片安静哦，因为他们只爱讲黄腔，也只会讲，他们只会讲那个，对，他们没有别的话题可以讲了，对，对，然后所以日本是这样，香港的话就是划酒泉嘛，就是大家拼命的划酒泉，然后女生也不，他也不怎么理女生嘛，台湾的话的男生的话还蛮照顾女孩子的，对，就是会聊，哎，就是最近做什么啊，你最近怎么样啊，小心最近过好不好啊，什么。
的哦，是啊，就比较关心女生这样的一些。然后最后就摸来摸去嘛，对不对？很多台湾男生是哎，最近好不好啊？什么哎呀，真的好没有啦，没有。想跟你聊天，然后接近这个距离之后，对不对？然后呢，就知道你的嗜好喜欢什么什么，他就照了你的嗜好，你喜欢的东西开始跟你聊你喜欢的东西啊，讨好你。对对对，台湾男生是这样子的，对，投其所好，真的，对不对？我以为你，我以为你要跟你聊什么？对，聊什么？我在那种场合都听到男生，比如说会聊。篮球类的东西，就是讲到球就运动就很开心，无聊是棒球，无聊无聊。对，就是我们听到就觉得哈，就是很没有，我们就没有办法融入进去。对，然后他们就是很。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听到我跟邱文在讲说，你那个指甲油怎么样？我应该也会跑了吧？应该也会很兴奋的，因为我们会很兴奋。那不是比较黄腔，是比较娘娘腔。你们觉得男生的话有点无聊吗？讲当兵的事是真的让我受不了，而且或者是聊那些当年勇是聊，比如说哦追过哪些女生啊，这个下流，对那种，然后或者是说OK 有个女生什么胸部很大几罩杯，然后再比罩杯的那种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会觉得很无聊，就会翻白眼。可这种话题好像我们不曾有过，有啊，我们早上才在聊。哎，对对对，那是新闻，而且我们在聊新闻，新闻我们在反省，聊时事，对不对？反省，我们关心人类的进步。我们的节目怎么会没有请过 H 照片？我们在反省这件事，真的，我们真的是在聊这个事情啊。我们后来有建议制作单位把他请来 H 照片 ，H 真的蛮想聊聊的，就是 H 哎 ，B B H 有时候 C， 哇，我又想看看哦，是不是？是不是多有趣的话题？我们对。H 罩杯大概是多大，知道吗？就你们两个的头加上。来开黄腔呢？他们很喜欢的。乱讲，对不对？没有。听黄腔跟划酒圈，你选哪一个？不要。好烂。那其实男人在一起常常吐苦水，对不对？对。那你最常听到的苦水是？我常听玉林哥，他苦水什么呢？他是说他其实他最近是算是通告王，而且接很多通告，但是有的通告必须跟女孩子有亲密的接触，哎，打奔，对，打奔或干嘛，他回去他老婆都跟他大吵。哦，为什么呢？一度吵到他说，哇，真的已经快要受不了，快要压起来。不是，我跟你讲，这种事情就要跟 Vicky 学。嗯，哎，你装那个什么员外啊，斗来斗去的，没有，他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他觉得很开心。你不要说，然后演舞台剧，我是在台上真的就这样打波的，结果他没事。可是问题是你的对象，而且很帅。对啊，你波是谁啊？舞台？对，你波郎祖筠。哎呀，没有那个谁，你们笑得这么开心，艺术。那我跟你讲，你们艺术牺牲，你波定小金给他看，对，你看他会怎样？好，那你现在不要挑战，回去，不要，来。技巧，技巧，对。可是之前你跟那个公，那个是什么？一个公公，做手表，不是日本杨千沛，不是日本。宫泽理惠，宫泽理惠，宫泽理惠那个时候他没有吃醋吗？没有啊，那时候还没有他吧？哦，那个时候刚刚交往，对。哦，难怪废话，对不对？要是我男朋友跟宫泽理惠，我一定吃醋的。应该光荣才对啊，为什么？对啊。宫泽理惠，对啊，而且他是为了工作，他为了赚钱啊，不是给你买东西，你有吗？而且这辈子有哪几个男生奔得到宫泽理惠？宫泽理惠不是宫雪哎，在歌界啊，屈哥在歌界走在前面的，屈哥还不够谁？前锋，不用。你有听你们的苦水是图什么呢？我的还好，因为我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圈外人。那圈外人其实如果比较多，已经是有女朋友不是老婆的话，基本上都是讲他们自己感情事情。因为通常都会说，因为有时候男生对女生很好，是有时候是在忍耐。对，他是在想说啊，我今天对你很好。那有时候女孩子比较气势娇艳一点的时候，男生又要让着她。那这个时候，等碰到都是男生的时候，就会坐下来说。啊，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说，吐吐苦水嘛。今天我又不知道又帮他刷了多少卡，我又帮他去买了什么东西吃，然后回来之后就说，我一直被忍耐着他，然后一直让着他，然后他还是这样颐指气使，被欺压人民。
然后就会这样，然后就开始 complain。 但如果他是已经是对他老婆的话，那我就会开始反过来啊，你这样就不对了，你都已经有老婆的，这应该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啊，嗯，你要珍惜。你这什么话，什么叫做老婆就可以这样？对，春文你怎么教训老婆的？不是啦，就是这个不管男女哦，其实都有一个限度啦，不能说什么结了婚就是予取予求，对不对？对对，那个是这个互相嘛。对，而且不能说什么事情都当作是应该的啊。对啊，所以才会出来看看。小东一讲到感情，他就你知道。就要喝一杯，因为这种苦水真的只有男人可以跟男人讲，是吗？先喝再讲啊，对啊，因为这种事情如果像女孩子常常讲说，不是有什么事我们可以沟通啊。那我们真的沟通，哎，不是，我觉得你那个啊，真的。那怎样？对对呀，对不对？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因为不想吵。对，像秋文，你看那个你那个老婆的 Facebook 不是写了吗？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我那个老公还是念我，这样。真的吗？真的。今天？前几天。前几天。对不对？对不对？他也是，对不对？那种态度。对，还在 Facebook 上抱怨。那你应该怎么对他？对啊。不要吵。马上给我三尺。好了，那大俊，你们都在吐什么水啊？吐苦水啊。就是其实也都差不多了。黑熊跑掉了，就后来我被抓到了。奇怪，那个黑熊怎么还没有生？对，没有。就是也都差不多，那种朋友都会就是在讨论，就是另外一半这样，对不对？我剃头我几遍啊，那种，那男不是你袂使啊，那种。我出你来，遐唔做，啊出来要冲啊！然后旁边的男生就会附和：“对呀，你娶那种老婆干什么？”不是上期你们单身吗？我结婚了。你结哦？感觉像单身哦。对，因为你知道女生最怕那种比如自己的男朋友，然后会跟一群单身的朋友出去，哇，那个就完了。对，那个很可怕。因为你比如说他在抱怨女朋友的时候，旁边单身的男生就跟他讲说：“那就分手啊。”哇，你看我们现在多自在啊！什么昨天去把谁啊，然后那天又可以跟什么妹出去看电影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可以聊得很开心。然后这时候男生，只要有女朋友的男生就会动摇，就觉得说，对齁，为什么我要这样被管？然后就觉得，哈，我家里的女朋友就是很差劲，怎么样之类的，觉得哇，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我们男生都讲真心话，你看。对，然后他就会跟那些单身的男生就开始又出去玩了。多好。哪里好啊？可是还好，因为我们那周到的朋友几乎都结婚了啦。所以你们就是在谈离婚的。你是男人想做坏事，女人休想插手。我只要说我跟我朋友去唱歌或干嘛的，他一定要问你有妞，里面有谁？那你就不要唱就好啦。没有，我朋友生日我嘛。那我去，他又不高兴，那我要不要去？我当然要去啊。我那周到朋友几乎都结婚了啦。所以你们就是在谈离婚的。你是怎么？你是谁介绍的呀？没有啦，就是如果说就像有单身的进来说，你看我不是跟你讲说单身非常好，你看我自己又可以干嘛又可以干嘛？你看你现在老婆也怀孕了，是不是？你要忍多久？是不是一辈子？然后孩子出来的时候，老婆又是公主病的话，小朋友又是你带。以上都是撒金的真心话，真的是真心话。超有一半，你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不爽？你可以现在顺便讲出来。对的，你可以假装下我们是 men's talk 嘛，需要来老婆的那个 complaint， 你现在我们来聊嘛。对，要先带两杯来吗？要不要先敬一下？先敬一下。啊，先敬一下。直接摇头，有那么苦？我们太夸张了，怎么样？你那个门，你就随手就可以关的东西，有没有？那个衣橱啊，衣服装好了就放着。室内拖永远，我房间室内拖有十双啊。他明明就两个人在睡，会有十双。是闹鬼哦？也不是闹鬼啊，就是他穿一穿那就放着，他就不管。这个习惯真的很差，随手关门的这种习惯都没有。都没有。真的。好糟。那我给你谢振武的电话，你看要不要办一办？男人都是这样的，但是讲完回去还不是。对啊，对啊，对啊，还是把那个拖鞋把它收一收拾，对啊，这就是男人的伟大，释放压力而已嘛。那你们年轻人在一起会吐苦水吗？会讲一些心事吗？也会啊。讲什么呢？我们常讲的都是一些工作上的，一些排练啊、舞蹈之类的，是不是？真的，对不对？就跟我们以前是一样的，对啊，也是有上进的啊，对不对？都是比较一些有积极向上的。
对啊，虽然讨论的都就吐的都是苦水，但是就是这些苦水会用另外一种方式促使你熬成一锅汤。对，熬成一锅汤，就是一种心情上转变。像我们以前喝酒，就是小宋我，我嘴烂不好笑的，然后大家就开始讨论为什么不好笑。对，好、哦，我们都是完全是以工作为赚钱为主，是不是？真的啊，真的啦。那请问一下，不管是自己太太或者是女朋友，有反对过你去跟一票男生出去过？我觉得一定都有。你有过吗？百分百有。因为我又讲到你啊，因为女生很奇怪，女生我觉得她是天生就是一个猜疑的人。有很多人怀疑，不然说我跟会哎，我假如说我跟我朋友去唱歌或干嘛的，他一定要问清楚，一定有妞，里面有谁，然后里面有没有我认识的，然后这个局是什么局，就要解释很多，我觉得好累哦，真的是很累。那就不要去唱，那你就不要唱就好了啊，你就不要去唱啊，就没有娱乐，没有消遣了。我朋友生日，我嘛，没有，你可以带你去啊，那你会去啊？他就说他累，他不想去啊，他不想去。对啊，那我去，他又不高兴，那我要不要去？我当然要去啊。是男人就要去，我跟你讲。可是我们去了回来，我跟你讲，又大吵就出事了，就知道一定又要吵。可是我觉得男人就是我去就真的我朋友，可是我的朋友他会找他，他是单身，他会找其他女生。我们去也没有干嘛，我们就只是我朋友生日，我去看一看，开心一下。你看一看什么？看什么？就是我的朋友的。你嫂，你应该不会对是吗？我们去看一下，可是我们没有做出真的越矩的事情啊。我们只是看一下，不是重点讲哦，在小包厢里面，就是只要朋友的朋友带女生来，我们要装瞎子这样。谁还不知道？我问你，这样子要这样吗？重点是。男女在谈恋爱的时候你们都 OK， 当真正在一起之后就不准，对，这是重点。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子？他们喜欢把我们当马，有没有？马出门都这样吗？最坏的，因为看不见的，何必一条路可以走？重点，我觉得没有，听我讲，他朋友生日有男生，他去就以那个就是说，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慢慢讲，这个厚此薄彼啊，真的会的。男生我们就说 OK 你去，我而且你回来我们很高兴。没有，我们是不会有男生哦，女生会分得很清楚的，真的。没有，真的是每一次都没有男生，女生也有，就是有男生，男生不会怎么样，对呀。哦，我们去聚会还要全程思绪。没有，因为女孩子到另外一半的时候，她眼中里面、心里面就只有另外一半，所以就算别人看到别男也没有感觉。No， 很难讲哦。我们也是，我跟你讲，对你献殷勤的时候，你表现又出来又不一样。错，我最讨厌这种献殷勤的男生。那谁要追你，先打你。你长得正的，你知道干什么东西？他喜欢这种哦。对啊。那于明艳，你会被反对吗？我跟男生被反对，你就算好像唱歌这些东西，让我们觉得说好像会有其他女生在现场的，这就算了。我们连去海产摊吃个饭都不行。男生一起去海产摊不行，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看，你说酒店就算了啦，酒醋小姐啊，对，我们连酒醋都可以把。啊啊！这管太严了啦！于斌，既然你讲出来，我们就承认你真的连。他们都会觉得说，男生只要两人成狼，三人成。是人太小心眼。男生人多的时候越会拱嘛。那当你看到如果酒醋不错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把？甚至连隔壁桌，只要人家只是来吃饭，你都可以趁借机认识一下。啊，你们这人是这样哦。哇塞！如果没记错，这应该是酒醋海泥杯的。昨天晚上脱下来的。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就是勇于尝试。因为你现在这个是刚拍完的照片，那时候是拍完，所以你现在还是这样吗？现在应该是，你可以看一下吗？比较瘦一点啊，你不要全脱光了。现在没有这么厉害，那看一下，对，你脱裤子，里面是背心吧？脱裤子，对呀，看一下，还是很壮啊，还是很漂亮，哎呦，哇塞！这是我们去就是夜店的时候的必备的战袍，是，吊嘎，体脂肪多少？站起来一下。如果你们女生去参加这种生日会，全部都人鱼线，我就不相信你们不会分享。对啊，我们会找这样的人来帮他们，我们自己也会。你牛仔裤可以脱下来吗？你们俩不行，干脆他脱下来算了。中国人很美，哇，有没有？举起来，来，这有没有漂亮？对，舒服。OK， 那萨基努，你老婆让你出门吗？让啊，去哪里？就是跟
朋友聊说，哎，都 OK 啊，他都喝两杯 OK， 他已经放弃你，放弃成这样，只是，比如说我九点出去啊，你要去哦，好，啊你几点回来？差不多十二点，差不多九点半你要回来，那我去干嘛？打声招呼嘛。他说好，要不然你给我一个时间，我说十一点，好十一点，然后去，然后其实喝也是在家里附近的海产店，要不然就是公园这样。公园，凉亭，凉亭，带蚊香去，不用啦，哦，不怕咬，给它咬，反正蚊子撞到我，它才会叮我嘛。嗯，太黑哈，然后喝到时间到的时候，其实电话会亮一次。嗯嗯，啊，你没有接到，死定了，完，他自己就出现了。啊，他知道你在哪，他找得到你，他知道，因为他就是两个地方啊，海产店跟公园，还是你电话已经被定位了？没有，因为还是你老婆是做保全的，不是，我要去哪里，我会跟他出事的，就是真的是去那里哦，啊，所以他才会找得到啊。那出现干嘛？对啊，没有，他出现的时候刚好我在聊他，哦，然后他就在你后面，他在后面拿窃听器，觉得真的那么糟糕吗？哇塞，然后就拎耳朵回家，然后你看时间几点？哇塞，啊。11:10，哇塞！那是你自己不守信啊，你当然十一点要回家不回家。有时候男生在聊的时候，聊聊会忘，聊开的时候，那你都会忘，打个电话回去讲就没事。对，然后那个手机也亮过一次啊，那时候酒喝多了，听力又变差，你知道吗？那个老婆这样进来，铁链声都没有听到。然后是谁把他的鬼差呀？他是黑白无常的。太懂你。那你们年轻人交的女朋友会不让你们出门吗？有的时候会。会哦。啊，会。那你们怎么办？就跟他解释啊，跟他说。一般他会先问你，他会说，比如说我说我们今天要去聚会，要去玩。嗯。然后他说我可不可以去？然后我说可以啊，可以哦。那我不去，你去吧。对。一般就这样。对。对吧？哦。对。那如果说你说不能去的，那你就完了。那你也不要去。你也不要去了。男人混在一起，其实女人最在意的是，你要去哪里玩的话，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跟谁去，你跟谁去。如果说是一个很著名的浪子的话，你老婆瞬间是你的不舒服。家里各种状况就出现了，哎，那个水龙头你拖了好久了，直接叫你修家里。哦，对，就是。前面我想弄到墙啊，你先把气好。我先睡了。嗯，林先生你要讲什么？林先生愤怒了。就是没有，就是。我周围有蛮多朋友，就是我比他们要略大一点点嘛，就是大部分朋友都已经结婚了。嗯，然后其实大陆地区的话，一般情况下他会，你要去哪里玩的话，老婆也好，女朋友也好，首先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跟谁去。哦，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对那个朋友好不好？对，那个朋友的口碑是很重要，决定你今晚能不能去到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所以说，我们要做。如果说是一个很著名的浪子的话，你就千万不要想了。没错，你老婆瞬间是你的不舒服。嗯。家里各种状况就出现了，哎，那个水龙头你拖了好久了。哦，今天晚上刚有时间，对不对？对不对？哦，我现在身体也不是很舒服，你陪我一下好不好？哦，这样子的，但一般也不会明说，因为明说的话肯定会有矛盾的，就翻脸了嘛。对啊，因为男生也会说这是我朋友啊，那叫我出去玩，那你刚好又不去，怎么样？但女生就会很担心，所以就叫你对修家里。哦，对，就是前面我想弄到墙啊，你今晚把气好，我先睡了啊。我一弄两个月我都没出门。一定会想到办法不让你去就对了。哎呦，对。但如果说你约你大学时候的那个导师啊，啊去，而且只要能确定是那个大学时候的导师，对。他讲了很大的一个重点，比如说我们今天假设去参加张，说哎我克凡生日或干嘛，他就觉得说，或者是危险，哎有妹马国贤什么的，比如说你说哎跟那个，比如说哎。潘若迪那些已经结婚的，他就说 OK， 你可以比较安全。他们都会怕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那个看看跟谁。而且潘若迪像 gay， 对不对？他一定 OK， 很 gay。很多像哥哥，都 gay。那你们后面两位是可以讲话吗？可以。拿麦克风不讲话，你怎么回事？你还拿两只啊？没有，昨晚的酒还没醒呢。哇，那没关系。你们到底喝多少啊？不是喝多少的问题，是。有一个品种，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你说那个有一种酒是吧？这应该没有加酒吧？梦幻爱丽丝啊？梦幻爱丽丝，蓝色的那个哦，艾比斯，没有，我不清楚那个酒的那个威力，你知道吗？大陆是没有卖的。你们酒量很好，你们喝了这么久，今天还给他唱歌，超屌啊！那个喝高了。平时都蛮能喝的，就哦，那昨天就挂了。哇塞，开玩笑，我们喝那酒就是啊，我休三天，给我一杯爱丽丝。
你们会反对男生出去玩吗？你们用什么理由反对呢？现在我不反对，可是因为现在没有男的。你怎么知道？你有啊？哦，真的。我们现在换主题，请问你男朋友是谁？先听我讲完，就是没有。我说，如果现在我交男朋友的话，我都不会讲话。为什么？我就看，你就跟他手语看。对，就是我要，因为我要认识这个人嘛，我就是有点 test。哦，观察的。观察。嗯。你要去，啊哪里 ？OK， 哪里什么夜店什么的，好去哪家？我听了以后，比如那边有很多那种妹的啊，或什么的玩得很凶的那种，我就知道。我是几次下来我都不会讲话，但到差不多第六次的时候，他还是要让出去玩的话，我就觉得他是玩咖，我不会再交往了。有什么场合是绝对不能带女生去？带去就会煞风景，讨厌。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所谓男生就是酒店讲不出来是不是的一个场合。你狗屁，你明明讲说有新女性加入的时候。对对对，因为有新女性，他们就会觉得我们对那些新女性有一些新女性有兴趣。总是要动怒走电梯，对，其实我们根本没有那个心，可是他们，譬如说女生就会担心，不是啦，有时候你没有那个心，譬如说那些女，不是，没，譬如说那些女生是你们没看过的，你们觉得，哎呦，我们要这样讲，比如说我们大家在一起，比如说今天薛文带一个新的女生来，对。那可能就是我们怕他不熟，我们才会特别跟他讲两句，对，怕他尴尬，融入环境。就比如说，哎，我们胸部很大哦，你是啊，第一次跟他见面，胸部很大，比方啊，好不好？ Okay. 对不对？我们当然不会这样讲，对不对？你把上衣脱掉，之类的，就是会跟他开玩笑，对。那就怕你们吃味，而且如果你们在现场会觉得，哎，干嘛？你们这样就开黄腔啦。对啊，你们在现场就觉得，哎，你对他有兴趣哦，干嘛？我只是想让我这个朋友宾至如归，把他的朋友不需要你呀。我们有招呼到他，有招别的男生，而且让我会觉得找工作很特别。上次有个新女生来，她上去直接油压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希望冷静一点，有点心虚了。我们希望新来的这个朋友能够加入我们这个局，能够很开心，以后能够持续。但是小钟哥的个性，对啊，对，这是真的是你的个性，真的啊，对，因为他真的到一些环境，有些人比较不熟的人，他会刚开玩笑，带动气氛，炒热气氛，因为他喜欢，他很怕冷场，对，哎，我们跳出来做这种事情，对，这是因为你的个性，你们对对对，需要生气吗？所以就要你要找了解你的女朋友啊，了解你的个性，如果不了解的话，当然就不要再讲这个话题，他会哭。啊，对不起，对不起，女朋友三个字不要提，对对，永久的伴侣也不要提，可以讲男朋友没关系。好啊，爱情都是假的。还是换下一位好像。但我觉得呢，这个就有一点太矫枉过正了。其实这个我们还是要讲最实际的。是，男生出来不希望女生到现场，夜店一定不希望带的。你在如果夜店不希望带着女伴去，你觉得会好玩吗？不好玩，不可能好玩的，不好玩的，互动对啊，不然要不然就是你有朋友带。你可能新认识的妹的时候，你也不会希望你熟识的女生在现场。新女性，对啊，你我要不然我们怎么认识新妹？有什么新朋友？对啊。可是你不是有女朋友了吗？怎么还可以这样？所有男生呢，其实眼睛欣赏到就好了。不见得要做些什么。对对对，我们只想跟他聊，我们也并不想要跟他有什么任何关系，只是想要让现场大家玩得开心。真的，有时候是这个样子。有时候他，你的异性朋友，比如说女朋友或老婆，他很黏你，他会愿意跟你去开工。哦，对不对？这是一个打一顿。很愿意去，不要去。他去了他会说我一定不烦你啊，你忙你的就好啊，对不对？你忙你的，我愿。但实际上你要知道，他一旦无聊了。什么时候玩呢？对，什么时候走啊？我好饿啊，这里好无聊啊！对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对，正常橡皮筋，这可能是一种，我觉得这是一种。对，还有一种就是我会谈，我不会影响到你哦。然后我们在做节目，他旁边，你知道吗？就或者你们在跳舞，他们就有我，你看到我们干什么？对不对？工作场合。那除了工作场合之外呢？又挑好听的讲那个。工作场合之外，其实 K 房应该不希望带哈。其实一般不会有了，一般不会有，一般不会有去的机会，还是一般不会带他去。不会，不会是什么？为什么这个问题他都消化了？为什么拿来的？不会。
想讲另外一个，但是刚才康哥问到他没有回答，我想接说了不会，我再说另外的。是哪里的？可能就是想安静放松一下的时候。OK 吧？没有。就我们五个男生，可能比如说我们工作了很久很累了，然后如果女朋友每天在的话会很吵嘛。对，会。然后完了之后就是说，哎，我们今天去外面玩两天啊，比如说打游戏啊，然后完了之后路游啊，或者是什么是路游？就打真人的那种生存游戏。哎呦，我也有玩。真的，然后就不想有女生在嘛。是女生在的话，女生也不想去啊。对，有想去的。有去的烦死了，就是怕那个太黏的，你知道吗？对。对啊，一去就在那边，想打他都打不走。谁说只有男生会做坏事，女生不会做？单身派对，男生也都不需要女生可以跟。你是龙女吗？单身派对，你是我好像是大龙女，我跟你一起。男生一拽，呀，啪啪！哇，这是番茄的，正面的。嗯，有一些像什么单身派对也是，就是男生也都不需要女生可以跟。哎，你是聋子吗？单身派对，你是讲什么？单身派对了吗？字面上有，我们要怎么解释？担心单身派对为什么要担心？我跟你讲，单身派对才是更可怕。我们去都单身的，你知道？没有，单身派对是指就是比如说有人要结婚了，其中一个人要结婚，你兄弟里面有一个人要结婚了，他们就想说，哦，那我们来帮你办一个单身派对吧。对啊，很好。其他的有些人可能我在那边在哭，哎，你要嫁出去了，依依不舍哎。最后一天一定是要让他最开心呐、啊！真的，我只剩这一天了，你不让他开心，所以很多男生就会拱那个男生，就是要结婚的那个男生，一定要让他开心的、啊。就是比如说，可能会找一些什么什么找女孩子啊，或者是找管对钢管的那些来跳脱衣舞，在他身上跳啊，然后别的那些都会被影响到，对不对？对。然后那男的要结婚，他没办法。那个就是压死了那条心了。对啊，他最后一次了。不是，我们想讲不是那个男主角 ，OK？ 我们想讲是其他跟他一起玩的、拱他那些朋友，他们其他就是他的。要结婚是那个人要结婚，对不对？对啊。那他其他的朋友是帮他找这些，比如可能dancer， 对不对？对啊。那他这样担心说，如果我的男朋友是他的朋友的话，他会被那个气氛给影响到，你懂我意思吗？想结婚啊，对啊，也会。不是想结婚，不会。跟那些 dancer 会有没有什么，你知道吗？是玩得太开心了。人家那些 dancer 是卖艺不卖身，对呀，你都想多了。而且我们是讲，我们不要看那个最后大丈夫被影响。对呀。哎，我们男生没有。我们单身派对不是？哎，我们今天太单身，哪里？太过分。不是自己停，我们是找那些女的给我的那个要结婚的朋友去停啊，我们在旁边看表演而已。男生这样才坏呀、啊，你们、啊、没有啦，那个也只是一个，还好，它是一个留念嘛，纪念。哎，我知道女生的单身派对更离谱哎，你们怎么办单身派对？那个男的直接抓他的手去摸他，猛男对不对？一样吗？你现在是邀我摸你的意思啊？一直给我死眼神。什么？对啊，跟你们自己讲还不是很离谱？我们还没有啊，但是男生会更夸张啦。比如说有些有出国，听有出国的，真的是国外女生比较真枪实弹嘛，单身派对真枪实弹。因为以前我们店里有请过那个猛男来跳啊，对，还没表演之前哦，要把所有男生请出去嘛，每一个都这样，哎呀这。玩这个干什么嘛？这有什么好玩的，对不对？哎呀，怎么一直在嗨哦？好，男生全部出去了，门一关，音乐一起，男生一甩，呀，啪！哇！哇塞，那个钱包的嘞，开始塞钱了，塞这边的吧，塞啊！正面的，哎，有的没带钱还拿了他说你的病房还刷卡。真的不是这样，没那么简单、哦、而且他们是找那种脱衣舞娘，而且他不是只针一开始针对那个男主角，对对对，旁边都会受贿哦，他会完全玩一遍。那是国外啊，那是国外，台湾是上一个人多少钱？重点是因为我们你要全部女生就比较不会去拱之类的，我们就比较有羞耻心，就会觉得说，哎，对，我们都不要脸。对，男生你知道比较随性，你知道。所以会玩得比较疯，就会比较担心。我们也不能让脱衣舞娘失望啊！对啊，对不对？你要怎样不让她失望？我们讲，哇哇哇，
一起配合，你猜舞猜舞，我们讲，是不是猜的？错，我们在做人。好了，还有一个就是网络打游戏的那种。对，就是比如说男生很爱，就是召集一些男生，然后就开始玩线上游戏，然后玩得很开心。这不行，就是他们就不会想要让女生加入，因为女生就觉得旁边就会无聊啊，然后就说哦，可以走了吗？哦，还要打多久？哦，你说去网咖的？对，比如说有些人去网咖想聚在一起啊，或者是几个朋友家，或者什么手机玩电玩什么的。是是是。对，就一定很讨厌女生在一起。那是真的。对，电动玩具跟女人是对立的。也是非常欢迎你们台湾啊，在台湾尽量看看台湾，吃吃台湾好东西，哎，看看美，台湾没正点。但是我跟你讲。标的成都，成都也是两种不同的成都的，一种前一种。OK， 好，谢谢各位参与广播，谢谢，谢谢。最熟悉的陌生人，广告美女席卷国光帮，就这个我就有印象了，是你啊！我现在都是看广告，跟我们的节目其他。离我这么近，这些优点我都观察不出来。我不是废人，那个，我不是废人，那个。劲敌有好吗？劲敌出现了。华妃以后，你的华妃以后，我有什么样的